今堂教大家的是防止衝突，去合法做一個防禦。冷靜啲，我哋要阻止呢個衝突咧，就首先攤開雙手，唔好做一個拳頭攻擊嘅動作。第二，我哋要講啲説話去令對方冷靜。第三，我哋警告佢，唔好俾佢再進一步行動。如果再有進一步行動，我哋要防止。我哋要阻止對方，直到警察嚟為止。